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您期盼已久的人物了。他是昨天夜里刚刚赶到我们的现场，而且今天在这样的现场，在这样热情的乡亲们面前，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，就让他自己来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吧。有请歌唱家阎维文。有请。Yeah.